子再重呢，我就是个嘚儿。我听说你们那儿啊，买苹果都需要十来块钱一斤，在我们产地啊，它就几毛。这个就是我家的奶油富士，每个都是又脆又甜的，特别的好吃。如果你们也喜欢吃啊，下方小黄车十几块，满满的一大箱。